有区议员喺旺角办事处放映爱情电影《幻爱》，大约50个出席者被票控违反限聚令，包括《幻爱》嘅导演周冠威。举办活动嘅区议员声称有食环署卧底混入私人聚会。林海彤报道。参加放映会嘅人拎住告票离开。 导演周冠威随后补出：我只系好纯粹去分享电影，你问我，我都仍然好享受嘅，系因为好耐都冇讲过《幻爱》，有机会去接触到佢。其实我哋都分享得好开心嘅，只系后面有好多人喺度干扰紧我哋，喺一个私人嘅场合去放映一个爱情片，都出现咗一啲咁样嘅事，我都觉得好荒谬啦。 区议员朱光伟星期五晚喺办事处放映电影《幻爱》，邀请导演周冠威到场分享。警方同食环署人员到场，票控在场大概50个人，违反限聚令。收到票，呢个好唔公平，有食环署啲针入咗我哋，构成公众地方，唔系私人地方。朱光伟强调，放映会系私人聚会。 咁你自己聚埋倾偈、分享会、读书会，或者系放映会咁样，咁啲好闲啫嘛。点知全朋友都赖喺度咁样正正，每次都要 check， 喂，系咪有食环嘅针喺度啊？咁样咁就即系好夸张咯。政府唔中意，咁系咪代表市民唔中意啊？即系邀请呢啲人分享，我真系想听下佢讲嘢喎。咁系咪以后都唔得嘅咧？咁样。 佢話會再同律師商討，再決定會唔會交罰款。有線電視記者林海彤報導。